这肯定是我要的绿茶，喝了它又能量，我们就上山破坏精灵们的计划。狗城，狗城，这是穿山甲吗？ 有趣，有趣，机会来了！走了。此地风光好，宝贝少不了。这块不是。青仔，我找到高山绿石了，快看看。看这色泽，好像真的是高山绿石。这是，肯定有人乱扔垃圾袋，都覆盖到乌龟壳上了。高山绿石表面是层状结晶，我们分散开，在这附近找找，等下在那个凉亭集合。好。 嘿嘿，看我找到了这么多绿石！啊！满身的层状结晶，这个肯定是高山绿石。我这次找的肯定是高山绿石。嘿！ 这些石头都有层状结晶，我们也有，我们也有。我的手机在平度妹妹那儿，现在没办法查资料。这些石头看上去都像高山绿石，也太多了。要不扔掉一些吧？不行，万一扔下的是真的绿石呢？要扔你们扔，反正我捡的肯定是高山绿石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。 好累呀，上山的路也太长了。也不知平度妹妹怎么样了。到山顶了再找石头，来，先拍照，茄子。<笑><笑> 老大，咋样？有能量是有能量，可能量没有很多呀。谁偷了我刚杀青的茶？这茶还没制成呢，偷走也没用啊。以后多读点书。要是刚才有人知道制茶知识，我怎么会偷个半成品？你不也不知道吗？你们嘀咕什么呢？老大，院子里还有一些制作好的茶叶。太好了，走，泡茶去。能量十足。接下来去找绿石。小子们！ 跟我去接活！老师，你终于出现了。处暑十八盆，白露不露身。白露过后一夜凉过一夜，你可不能这么洗澡。李春他们呢？ 去寻找修复节气仪的材料了。你告诉他们，快入冬了，到了冬天，年兽的能量恢复速度会加快，务必要小心。好。
等他们回来，我马上告诉他们。刚刚老师说的是啥来着？你们，我们找到了好多高山绿石。虽然有点像，但都不是。这台阶怎么看不到头啊？累死我了！老大，快到山顶了！泰山虽云高，不如东海牢。不愧有海上第一名山之称。大家快看这块石头，这个倒是有点像高山绿石。老大，他们肯定找到绿石了。抢了它，自信点，这次神器肯定没问题。大雾来，跟我来。大家小心，这大雾来的蹊跷。谁？野羊，哎哥，是我。年兽，快保护好律师！异形幻影，八路小心！惊鹿，巨灵掌强化，悟空相依，节气加油。哎，人圣脚强化，人，快撤！你们这些强盗，放下那块绿石！小心！败了！咦？不对不对，刚才那块不对，这块才是真正的高山绿石。真的吗？没跑了，一模一样。等下别忘了买点绿茶。好。山绿石，自己抢了个假的，大家都辛苦了。走，去我家喝茶。春茶苦，夏茶涩，要喝茶秋白露。这是当季绿茶制作的白露茶。陆伯伯，您多喝点，能有效缓解秋燥引起的咳嗽。孩子们有心了。再挖深点。老大，已经很深了。再加把劲儿，我要把这石头埋到精灵们永远找不到的地方。干好了，我带你们吃果子。悲秋，唐·卢英。秋空雁渡清天远，疏树蚕丝白露寒。白露过后，炎热的天气渐渐消去，变得秋高气爽，丹桂飘香。对季节最为敏感的候鸟集体开始南迁避寒，鸿雁和燕子等候鸟从北方飞向南方，到了春天才飞回去，年年如此，从不失信。白露节气后，冷空气日趋活跃，农民们也忙着收获庄稼。正所谓抢秋抢秋，不抢就丢。春种秋收，秋天是收获的季节。小朋友们，平常要好好学习，考试的时候才会收获好成绩哦。我是白露精灵，再见。